할렐루야. 2023년 새해에도 아버지 하나님의 크신 사랑으로 우리 만민과 함께 하시고 만민을 통해 영광 받으실 좋으신 아버지께 찬양하시면서 저녁 예배를 준비하시겠습니다. 기뻐하는 것 주의 영.
우리가 함께 하실 좋으신 아버지께 더 충분하게 찬양 올려드립니다. 놀라운 건이 끝이 없는 귀신 건이 아버지 사랑해 사랑의 표현 아버지 주신 권능 귀신 권능 크고 놀라운 권능 놀라운 권능 끝이 없는 귀신 권능
오늘 2023년에도 만민의 사역 가운데 늘 함께 하시고 영광 받으실 좋으신 아버지께 감사하며 찬양 올려드려요. 찬양 올려드립니다. 감사하며 찬양 드려요. 수밖에 없어요. 저녁 예배를 위해서 말씀 증거해 주시는 직무대 이수진 목사님과 은혜 받을 자신들을 위해서 함께 기도하시겠습니다.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오늘도 고로한 복된 주일 허락하시고 말씀 증거하실 직무대행님 성령의 감동 감화 충만함 속에 붙들어 주시고 오늘도 아버지 하나님 천국을 침나는 말씀 증거하실 때 권능으로 빛으로 함께해 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Thank you.
一起用默祷，将心连，感谢主日晚礼拜献于父神。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阿门。一起唱赞美245首。有如锡安城的教会，充满无限的荣耀，照着主应许的话语，恩主亲自建立。坚立磐石上的教会，谁能够摇动？虽有仇敌围攻，毫无任何忧虑。生命之泉溢满涌流，众圣徒都来畅饮。无论何时不断涌出，必不至于缺乏。如此泉水潺潺流淌，有谁还会干渴？主的丰富奇妙恩典溢满在我的心田，当我蒙得主的恩典，成为锡安的子民，世人都来恶意攻击，我仍要颂赞主名。世上所有虚空荣华，如同朝露中消散。主的儿女蒙得祝福，永永远远的祝福。阿门。一起来做几项祷告，首先为准牧师做祷告。아버지께서 마지막 때 만민 재단을 세우셔서 66권 말씀 풀어 주심으로 민족 복음화 세계 선교를 이루게 하시니 감사합니다. 이제 마지막 때 이 모든 섭리와 인간 경작의 마음으로 이룰 때까지 이 모든 섭리가 하늘에서 이룬 것처럼 이 땅에서 온전히 이루도록 사랑하는 목자님 권능으로 붙잡아 주시고 마지막 공의의 아버지 모든 완성을 위해 또 재창조이고 완성백을 속히 이루어 이 모든 뜻들이 온전히 이루어지도록 역사하셔서 우리 아버지 하나님 영광 받으시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대성전 건축을 위해 기도하시겠습니다. 为大圣殿建筑做祷告。아버지 하나님 은혜와 사랑을 감사합니다. 아버지께서 이 재단의 대성전 건축을 명하시고 지금 40년 동안 오직 믿음으로 행군해 올 수 있도록 역사하시니 감사합니다. 무엇보다도 우리 만민의 아버지 성도들이 영적인 성전을 이루게 하시고 마음의 깨끗함과 거룩함으로 말씀과 기도로 우리 모두를 새롭게 변화시켜 주시니 감사합니다. 참으로 대성전의 기초석들이 될 수 있도록 신속히 영으로운 영으로 이루어나가는 우리 만민의 성도들 되게 하시고 성전 이전도 속히 이루도록 이 모든 것들이 아버지 크신 사랑과 은혜 가운데 형통케 하여 주셔서 가장 아버지 적당한 때 아름답게 이 모든 것을 이루셔서 아버지 섭리로 아버지 영광 돌리게 도와주셔서 아버지 하나님 모든 걸 주관하시고 영광 받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为见证话语的植物代行和为盲点做祷告之后，为这礼拜有青年宣教会种子祷教师李英任传道师做代祷。그말씀으로우리혼과영과갈련골수를찔러쪼개며천국소망으로가득차는귀한시간되기를원합니다한말씀도땅에떨어지지않게하시고아버지말씀을이루어아버지세루살렘까지아버지하나님참으로참소망을이루는귀한말씀되도록역사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옵고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那圣灵临到你们就能得到全能，得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我的福音。会再来领我们的主，感谢我们慈爱的主，在这样主的恩典当中，将一切感谢荣耀都归父神，特别是我们万民。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牧者，最后在这末时要成就世界的福音化和民族福音化，在圣灵的惊人的作工当中所大大彰显。感谢父神，阿爸父神，2000年第一个神迹，我们的物安甜水，苦水变甜水，通过这个很多的人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应允，做见证将荣耀归于了父神。2022年重新又创始了甜水处，让我们能够迎来蒙福的2023年，将感谢荣耀的归父神，阿爸父神。我们的牧者经常说，新耶路要有新耶路撒冷的盼望，要离弃在世上的虚空的，要更加做好幸福装扮，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主人公。我们要有真正的行为和要能够成就父神的话语赐给恩典与能力，特别是今天是新年特别祷告题目的第二个祷告题目是努力进入天国。我们代行在见证话语的时候赐给有能力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 成为能力。我们努力进入天国，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成为这样的万民圣徒。赵一席牧师赐给圣灵的感动，平安诗班的先师和逆袭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神悦纳。徐景爱确实的特别舞蹈，也求父神悦纳，将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今天全国全世界通过接线，通过因特网，通过油管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外面的所有的圣徒们，也赐给同样的恩典。为这礼拜所辛苦的所有的人员，也赐在天上的奖赏和在地上能分美的祝福，灵魂也能够得到祝福。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蒙恩典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12话语。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阿门。下面有平安诗班的先师和尼基管弦乐团的演奏。
서경혜 권사님의 특성이 있겠습니다. 有徐景爱劝使的特别舞蹈，徐景爱劝使是所属一年委员会的独舞，以恩典的舞蹈将荣耀归于这福神。今天以万民赞美125章果子为曲目，献上舞蹈将荣耀归于福神。由周代行李守着牧师见证新年祷告题目第二讲，努力进入天国。我们以哈利路亚来欢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献上特别献诗的徐景爱劝诗还有伴舞。2023年能够结出美好多门福神的果子和牧者的果子，辞旧迎新礼拜也献上了特别献诗的我们长老会重唱团，他们人气非常高，他们呢也是在各处呢在尽忠，所以呢也不能够经常献上特别献诗，在特别的日子呢我也会来特别的来邀请他们，感谢他们
的特别献诗，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的特别这个祷告题目，我一天献上的特别献诗的人也感谢他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响起天国的这样蒙感动的赞美。我们弟兄姊妹们，徐生元执事。 是我们全能弟兄小的时候，是百事师班的时候，他们就是师生关系。现在呢，也在叫他老师。我们不要说我们教会呢，说男女不能够一起线上线在一起的，这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还有今天线上舞蹈的，也是师生关系。 一起在台上荣耀父神，真的是看着非常的美。还有，还有我们国乐，线上特别献诗的他们的也是，不要忘记我们父神所应许我们的话语，蕴含着这种心，想要进入美好的圣殿。 还有青年敬拜舞蹈团这样的一个名称，我们敬拜舞蹈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献上表演，让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年轻人们希望那在看到他们的舞蹈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感谢我们要向着新耶路撒冷而努力的火热的向前奔跑着，就是我们万民的面貌。新一年我们也 要成为所有的这样的人，向付出辛苦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那今天第一天，那我们呢是新年的第一天，又是2023年的1月1号，又能够在父神面前献上尽心的献上礼拜。这是对于父神的爱，也以这样的心努力的向前奔跑。今天大礼拜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想一想，大家是不是停止了礼拜？是不是喜乐呢？ 要以父神的话语呢来查验自己，有没有背诵经文、查看经文，能够查看自己。那在2023年，大家在行的时候呢，就都会成为蒙应允和祝福的主人公。那大家要想着，在新年赐给我们的话语，带着这样的标杆向前迈进。那今天是2023年第二个祷告题目。 来见证今天的话语。亲爱的各位圣徒们，2010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当中，由于为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的韩国选手，这位选手呢，他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结束竞赛之后呢，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的时候，观众们给予他热烈的欢呼声和起立，为他献上掌声。那最后在领奖台的中央挂上金牌的这位选手， 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感动呢？但是这直到迎来这样的感动的瞬间，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平坦的。经历了无数的与自己的征战和残酷的训练，这位选手在回想着这样的过程，那想着有的时候呢，肌肉就好像是要爆裂开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喘不上气，有的时候呢就想当场的就瘫坐在那里。他这样说：“那在这样的艰苦的瞬间，他也没有放弃，最终他超越了他的极限，克服了他的极限，成就了他的梦想。”正因他说：“正因为有那样的付出、辛苦的岁月，才能够有现在的我这样献上告白。”那所有的选手呢，都是为了得到金牌的荣耀呢，很多的日子呢都是付出、辛苦要训练。那在与自己流血的战争当中，那向前进，那这都是我们很多人的目标。那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同样的。那既然天天之门呢，在属灵的竞赛当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那最好呢，要是制服自己，
短暂的荣耀呢，也不惜很多的辛苦，更何况我们呢，是为了得到永恒的天国的荣耀和奖赏，那我们要有怎样的姿态呢？有的时候年轻人呢，
就把这些演艺界人士呢，他们作为偶像啊，他们的付出的辛苦呢，有多少呢？那我们听他们之后呢，看他们的表面呢，很华丽，很成功。那他们所享有的富有和人气，那这些方面呢，真的是让人羡慕，也是非常好的。有的人呢，就很多人想说，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把它当作目标，但是他们在直到他们成为那样的时候，成就那样的成绩为止呢，有流泪流汗的牺牲，有很大的辛苦。那世上呢，成为他最顶尖的人付出辛苦，那如果说是有一百人的话呢，不是说一百人都能够成功的，就算是这样辛苦，他也不能够成为天上的奖赏，也不能够成为生命。就算不这样，但是呢，为了这世上的目标成就，这些也会付出辛苦和努力。但是我们是向着永恒的天国而奔跑的，我们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呢？不付出辛苦是不能够得到好的。那大家为了离弃罪恶，是否呢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但是大家是否这样做到呢？有人就说太辛苦了，我可能是不行，所以呢有很多人都放弃了，最终呢不能够承受。那我们的盼望新耶路撒冷就不能够进入了。那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姿态，这种缺乏方面，没有付出这样的辛苦，但是想要得到的更多，我们要离弃这些，我们要贴出自己的公义，我们要流汗流血，有这样的辛苦流泪，那这些才能够成为我们要结出这眼泪的果子。哥林多前书9:24-25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向你得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以后在天上的荣耀，我们要在所有事上节制，不停止的向前奔跑。今天是青年祷告题目当中的第二，努力进入天国的话语，来一起分享恩典。那我们的父神为什么让我们努力进入天国呢？我们对于这属灵的意义呢进行说明，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领悟。仰望天国住所的天国盼望，一定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种盼望是不是忘却了呢？是不是错过了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再次恢复，也能够火热的努力进入。本文马太福音11:12说，从司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司洗约翰在我们耶稣开展传道生涯，在传道生涯之前呢，是预备他的道路的使命的人。那施洗约翰的时候呢，就是在天国福音传播宣布传播天国福音开始呢，连接旧约和新约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施洗约翰呢，是耶稣来之前他见证将要来的主，在摩西的律法为标准所行为的标准的这个旧约时代。那在见证耶稣将要来的时候开始呢，就打开了凭信心得救的恩典的时代。那耶稣来到这地上，到背负十字架而死复活，那就打开了我们复活得救的道路。那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主再来的那日为止，那天国就是凭信心而拥有的，只有努力进入的人才能够进入。但是天国是神亲自治理的美丽和平安的充满爱的国，但是为什么要努力进入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要凭着信心来拥有天国，按照所行给予偿还。那就说神是爱的神，不要造地狱，只有天国不好吗？那就不是的，有公义公平的神呢。那么去往天国的道路给我们打开，如同大路一般，直到耶稣
耶稣来到这地上为我们死为止，为我们打开了大道路，现在也是差遣圣灵在帮助着我们。但是人类的愚蠢和刚硬，说是没有神没有主，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制造自己呢堕入地狱。那我们因为有良心，在犯罪的时候呢，就是良心就如同针扎一般。但是呢，有的人呢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性犯罪，这是无瑕无疵的本就是光，没有罪恶，没有黑暗的天国，怎么能够把这些充满罪恶的人类带入到天国呢？所以呢，通过神人，通过灵魂去传道，将罪恶当中的人让他们得以变化，现在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不是说神没有爱才有地狱的，因为有爱才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预备了天国。因为他公义公平，所以在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过程当中，按照我们的行，那在天上就会给予怎样的荣耀和奖赏。那如果说所有，不是说所有人进入天国的乐园，那是从进入天国乐园为开始。那越是爱主，越是这样去生活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就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这就是公平的神，爱的神。那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多么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去行，有多么去担当使命和敬重的话，那我们天国的住处和奖赏也是不同的。看圣经，天国是有很多住处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里面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我们的主，那现在这个时间也在为了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人类，那迎接主的人呢，有积累奖赏的变化。那在天国的处所，为我们呢去建造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变化，去按照更好的住处而奔跑的话，那我们主呢就成为了一个监督者。那通过天使呢，也在这建造着我们的住处。去管理灵魂，去探访。那在我们的，有可能呢，在我们的院子里面为我们建一处湖，或者是给我们女圣徒们去制作一个美好好看的一个装饰品。但是呢，该要行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怎么做怎么行，按照这些会有所不同的。我们不遵照神的话语生活，但是没那样的话就不能够跟随去追究什么了。公平的神，慈爱的神怎么会给这个人很大的荣耀？那我本人却在天国呢没有奖赏呢？有可能在天国也没有奖赏。有的人没有房子，去乐园的话呢就是没有房子的。那通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大家一定要相信，也要知道。那不相信的人呢，就想着只要得救就可以了。只是得救就可以了吗？这样的人的话呢，有可能很容易呢就远离得救的道路。今天听到之后呢，有可能知道，如果说不过这种努力进入的信仰生活的话呢，有可能退步了。那我如果说我们前进的话，那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入父神的怀中。那要过这样的有发展的信仰生活，还有在圣经当中呢，那说天国的住处呢是荣光是不同的。哥林多前书15:41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日月星的荣光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光是不同，人都知道。那这样的真理为什么记录在圣经当中呢？那不是说月亮和太阳还有这个光
就是说我们在天国那有所不同。那现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那想看到天上的星星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说是去一些空气好的地方的话，那能够看到很多的星星。但是有众多的星星当中呢，有更亮的星星。所以说呢，日月星它们的光是有所分别的，那给予我们天上的荣耀呢也是不同的，奖赏也是不同的。按照你离弃了多少罪恶，拥有了多少属灵的信心，有多么为了神的国度而尽忠，那他的祝福和奖赏也是有所分别的。启示录22章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渴的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在这里讲的衣服是指人的内心和行为。那我们把我们的内心和行为洁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通过门进入新耶路撒冷荣耀的圣城。那我们要通过怎样的门呢？首先呢，要打开得救之门进入乐园，要具备这样的资格，然后要离弃罪，按照话语去行的程度，就能够通过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啊，最终呢进入神所喜悦的完全的信心，新耶路撒冷，也就能够通过真主门了。这要成为我们的目标，那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过向生活，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成为父神所喜悦的儿女。那我们呢，来对于天国的住处来查看一下，天国的最低的住处呢是乐园，是只有勉强得救的信心的圣徒。耶稣被钉在十架上，左右的强盗，钉在左右十架的强盗呢，有一个呢，他就在死之前的迎接主为救主。路加福音23章43节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强盗呢，是凭着信心罪得赦而得救了，但是他没有说与罪抵挡，或者是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也没有说做神国的事情或担当使命。所以说呢，在天国呢也没有任何的奖赏，所以呢在进入了没有冠冕的住处乐园。但是这样的乐园呢，也与这地比较的话呢，也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地方。那进入这个地方的人呢，也会永远的向神感恩而生活。但是我们万民的圣徒们不能够停留于进入乐园。为什么？有更好的天国和更好的天国。那我们呢也有学到了，很多基督徒呢他不能够区分天国的住处，是有所区分的。那我们呢也没有说我们仔细的讲有信心的大小住处的差别，怎样做才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的差别，他们没有都能够学到。那说天国的话呢，他们就认为只有一个，那圣经没有那样说，但是他们不能够领悟到，而且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正道，他们只想呢得救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请想一想，那现在所讲的没有奖赏也没有离弃罪只得救一侧的强盗一样，那和只得救的这样的人，和至始尽终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殉道的人，为了神的荣耀而生活的使徒保罗，这样的人呢能进入同样的一个住处，那就是不公平的了。那谁会努力的去成圣去做工呢？为主尽忠尽兴，
这就是事实。那大家呢得到了这样的教导，大家知道这些就是很蒙福的。很多人呢不知道，那只能够得救，或者是呢说把目标呢放在天国，那新耶路撒冷，而向着更好的天国进入呢，那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停留于乐园。那我们，之后呢就是第一层天国。那第一层天国呢是想要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但是行为还缺乏的人进入的天国。那大家都是想要呢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以前是很努力得以变化，但是有失去了这种信心，倒退了。那现在呢只拥有，只停留于能够进入乐园的信仰，那这样的人就是不是努力了。那以前的能够第二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的信心，现在是能够进入乐园了。那这些呢我们一定要知道，那就算是过去再有钱再有权柄，但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很贫穷的话，那你现在如果说是有炫耀的话，是不是更加可耻呢？要看到灵的世界也很幸福很充满，但是现在呢只拥有能够进入乐园的信心，不是很可耻吗？要怎么做呢？我们就要恢复神是爱之神，我们悔改回头的时候，努力的时候呢，又会赐给我们机会，是这样慈爱的神。那我们如果说是倒退了，失去了信心，希望大家能够恢复。那一定进入第一层天国的人呢，是努力呢想要遵照神的话语去生活的，但是还不够完全，想要去努力的去离弃罪，不追求心上腐朽的，有这样节制的努力。所以那进入第一层天国的人呢，第一层天国的人呢就能够得到不朽的冠冕。不是说没有努力就能够第一层的，努力了但是呢没能够完全改变的人，缺乏的人，他们进入了第一层天国。那么其次呢是第二层天国，与罪离弃罪恶征战离弃之后呢，遵照话语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呢因为有信心离弃罪，在世上担当着光与盐的作用呢，将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他们会得到荣耀的冠冕。那心里面的情欲的事他们也都离弃了，那如果离弃的多就能够站在磐石之上，完全的离弃就能够进入第三层天三阶段，能够进入四阶段了。那大家进入了哪一个阶段了呢？就像辞旧迎新礼拜所讲的一样，对于圣洁的渴慕也没有成就，内心的隔离，只是表面上努力的过信仰生活，那内心就没有刚强壮的，那祷告的时候呢应允也没有，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喜乐。那这样的问题呢就是没有努力进入更好的天国，那信仰在停滞。要发现这样的原因，在2023年大家不要迟疑，不要说要安歇，每天只有前进。那信心的第三阶段进入了第二层天国之后呢，就赐予荣耀的冠冕，然后呢就是完全遵照神的话语生活，极致的爱神的人所进入的第三层天国。那进入这里的人呢就是极致的爱神，是至死忠心的人。启示录2:10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世上也是按照各自的身份和位置，那各自的衣着和装饰都不同一样，人们呢怎样效法神成圣敬忠，按照这些那会给予天国的住处和奖赏也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在启示录所讲的至死忠心，不只是说行为上的，而是要呢属灵的敬忠，内心割礼，要第一爱神，要极致的爱主，恨恶恶，不要说爱神，为了神为了主能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呢却带有罪恶，怎么会呢？谁让我痛苦不能够去爱他？会说吗？
不离弃若有所失的这种心吗？我们根本的问题不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的根本的问题，那第一呢，就是是否有杀人，那恨恶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但是仍然还是讨厌他，还是恨他，但是呢却说是爱神，怎么这些人就是说谎的了？因为爱神，因为爱主，那就要成就内心的割裂，就要遵照神的话语而生活成圣。那这样的人所进入的地方呢，就是第三层天国了。那最后极致的爱，超越极致爱神的层次，要得到神喜悦的人，拥有这样信心的进入的新耶路撒冷城，这样的人呢是会拥有呢最为荣耀的美好金冠冕和义的冠冕，按照各自所行的呢会给予各种的冠冕为奖赏。比如说我们圣徒们一年当中呢，如果说很辛苦得到了传道奖，那在地上呢有奖牌，还有呢奖金，那在天国的话呢就会给予呢无法比较的，有的人呢会有冠冕或者是奖赏。要爱神敬忠这样的人的，那神呢就是公义的神，按照你付出的辛苦呢赐给奖赏的。但是我们呢是按我们圣徒们失去充满的时候，真理没有完全填充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就像我尽忠了我却没有人认可，就会觉得很伤心。那就是说在这个地上得到认可得到称赞就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呢在天上就没有荣耀了，没有奖赏了。我就觉得我认为呢是在地上没有奖赏，在天上有奖赏更好。那在神的国尽忠了，但是没有计算好，那在地上不能得到认可，不能得到称赞，为什么不给我更好的？这样去计算去追究的话，那就是不是说想着天上的奖赏了，那永远永恒的天国就算我们看不到的，也不是说不存在的，这地上呢会结束的，那永恒的天国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会积累奖赏，努力得以变化。启示录21章以下我们看呢是对于新耶路撒冷了仔细的记录着，那省呢是长宽高都是6000里，那种城墙呢是24000里，城墙呢有碧玉，城墙呢有12根基，是各种宝石修饰的。那各自的宝石呢都是有它很深层的属灵的意义。那得到了这个宝石所用的这种心的话呢，成就了这种心，就能在天上呢就有这样的房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对于十二宝石的那进行说明了。那十二宝石的是属灵意义，那综合的这个心呢就是我们耶稣的心，神的心，那用一句来概括的话呢就是完全的爱。那有新耶路撒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的人的话呢，那就是十二种宝石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心，就是效法神的心。那新耶路撒冷的城的门呢是12珍珠门，那里呢是金金所造的，那里面的荣耀和在地上是无法相比的。天国呢和我们所讲的宝石和金金，但是呢和这地上的材料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按照我们所理解，让我们是按照那个宝石或者是说那种颜色，但是那个成色呢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还有乐园的金子和在更高层次的这天国的宝石的成色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钻石，但是钻石的价格呢是千差万别的，同样大的宝石
钻石，那里面按照它的成册怎样切割的等等，那它的所发的光和价格差异也是完全也是差异很大的。现在呢，有仿造的钻石，而且呢。你不能说它是钻石上哪里去卖，乐园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和新耶路撒冷的光那是完全不同的，那荣耀和美丽的差别呢是天壤之别的。所以呢，进入更好的天国呢是自己的目标。在这地上短暂的生活要更加富有，更加有权柄，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拥有更好的，让人认可我，让人看到我呢说我太漂亮了，以这样的为目标，为了在于自己，为了自己的骄傲，把自己的心思和物质和任何东西都投入在这里。但是呢，其实进入更好的天国呢和这些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是因为没有信天国的盼望，他也不相信。但是这样的人呢，得救呢都是个问题，是很危险的。大家呢要相信更好的天国而前行，这是真正的信心的开始。然后的话，我们万民的圣徒们呢是这样过着信仰生活而来的。那我们现在是怎样的呢？我们要再次的来查看一下，但是。这样的天国呢是有住处的区分的，我们圣徒们呢以天国的哪一个住处为目标进入，努力进入呢？当然我们要进入有神的宝座的新耶路撒冷，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越是接近于神的宝座，那个美丽和幸福呢是加倍的，就好像是小孩子所感受到幸福和幼年时期所感受到的幸福和成年所感受到的幸福是不同的。那乐园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新耶路撒冷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差别是完全不同的，层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努力进入的就得着了。那要从谁那里得着呢？那我们怎样夺来呢？要从仇敌魔鬼撒旦那里来夺过来，因为我们呢要在和仇敌魔鬼撒旦真正当中战胜，我们就努力进入天国。就能够得着。那我们进入天国的这个过程，这条路，那仇敌魔鬼撒旦就会阻碍妨碍，那在去往天国的这个道路当中让我们倒退，让我们脱离仇敌魔鬼撒旦呢常常来我们前面来阻挡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和他征战胜利，那我们就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向着更好的天国而进入。所以呢，我们要从仇敌魔鬼撒旦那里来夺过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对于这属灵的征战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敌对神的恶魔基督徒呢要和他们呢去面对，他们去征战。我们不是要发血气用力量和暴力去征战，我们要以祷告、善和爱去战胜他们。那我们具体的来进行说明的话，我们大家一开始呢迎接耶稣基督领受圣灵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就拥有了芥菜种般的信心。但是呢要让这个信心更加成长的话，就要努力的去栽种、去耕耘，需要这样的过程。那就是听了神的道之后呢要祷告、赞美，寻找真理，去离弃罪恶，去顺从，还有圣徒们之间呢要有所交通。那这样的时候呢渐渐的信心就会成长，像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所讲的一样，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能够拥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如果说是不种芥菜种，那如果放在那里的话呢，就最终呢它就会失去生命力。虽然说好像是呢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如果不按照话语去行的话呢，那信心呢也会被仇敌魔鬼撒旦夺去。所以说我们要
以新田呢来进行比喻，说我们是路边地。那如果说是我们的种子呢落到路边的话呢，那鸟就会来把它吃掉。那鸟是什么呢？就是仇敌魔鬼撒旦了。那迎接主，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生活的。迎接主，那在回忆的时候，那种最初的爱的那种恩典，就好像是一种记忆，不是说把这个种子呢再种到哪里，然后让它去，我们去耕耘，让它去成长。但是呢，却没有这样的行为，只是说把这个种子呢保管起来，没有把它去摘在，种在土里去耕耘。这个种子呢，你长时间保管的话呢，就会失去生命力，仇敌魔鬼撒旦呢也不会置之不管。把你原有的一丝的信心呢也会把它夺去。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信心不继续成长的话呢，那最初的那种得救的信心呢也会被夺去，会渐渐的远离神，也有可能呢干脆就离开教会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进入天国，努力进入天国的话呢，我们呢就要在与夺去我们信心成长、妨碍我们信心成长和带来疑惑的仇敌魔鬼撒旦的征战当中得到胜利，那与罪抵挡到最与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还有为了成圣而征战，还有呢要制服自己、顺服，然后在这样当中去胜利。那我们要信心的大家能够成长，而且呢，天国的圣所呢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要努力的进入天国。那么，亲爱的圣徒们，大家的信心的建筑所是哪里呢？大家是信心的第二阶段吗？还是进入第二层天国的信心的三阶段呢？还是进入第三层天国的属灵的信心前进着呢？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说，然而在许多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现在信心的大小无论是怎样的，那在剩下的时间呢要尽最大的努力的进入天国，成为这样智慧的圣徒们。那在熬练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这样看的，信心好的工人，但是呢却把这信心呢背弃了自己这样的信心。那这些呢我们不要说看着这些而笑，不是说自己的信心成长了。那无论如何我怎样都是我们的关系呢都是与神之间一对一的。那他如果说是领先了的话呢，我们再去努力向前就可以了，不是说谁跌倒了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够进去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努力而进入，但是有很多却能看到这样的方面，我们以前所成就的努力和尽忠是否失去了呢？还没有成就。那以前呢得到信心大小的这个话语的时候，说我来到信心，来到万民祭坛呢很晚，觉得很惋惜，很可惜，却不是，不是的，现在也不晚，现在努力呢，也能够进入灵和全灵的。但是呢，有的人却不乐于听这样的话，但是现在不知道会说什么，会想呢，现在做是可以的。人家之前说的不是说你的前面有多少人，自己呢要成就了多绝对的这个信心有多少，有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吗？大家要能够努力进入更好的天国，要不停地向前奔跑。就像之前所讲的，以前呢拥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呢现在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行为的话，那就是失去信心了。那如再好的住所呢，就等于是有滑坡了。再后的要再前，再前的要再后，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大家也是一样的，以前很努力拥有了很好的信心，但是现在却不是那样。那大家呢就是在前的就在后了，这也要彻底的悔改。那从此呢要更加努力的向前奔跑。但是我们向着天国奔跑的道路上呢，要不要忘记一点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要遵守神所定的竞技的
禁忌之法。那我们在禁忌当中，那信心的精神当中呢，我们要遵守的具体呢是什么呢？我分三个方面来查看一下。那我们说这个法，那我们呢为了在这个禁忌当中得胜，我们要铭记的还有给大家所讲的这个三个方面去遵守的话，就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成为这个进入更好天国的方法。第一呢，就是不要偏离左右，要向着标杆前进。那在长跑当中呢，有的人呢不能够进入终点，在中途放弃，或者是说脱离了自己的跑道而失去资格。同样，我们在属灵的竞赛当中呢，也要守住自己的位置，跑完全程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应该知道兔子和乌龟的竞赛。那兔子呢跑得很快，但是它回头了，它偷懒了的时候，看这个兔子它就骄傲了。那在乌龟它在接近我的时候呢，我再跑呗，那它就在它的骄傲当中睡去了。但是乌龟呢是慢腾腾的，不停的不停歇的向前走，最终呢却得胜了。那我们各自都是直到在主来的那天为止，那我们人生的 是怎样呢？有的人呢会冲刺，但是呢所以这一切的直到主来那天为止呢，这都是竞赛过程。有的人呢是冲刺，然后呢就觉得太累了。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呢？不是的，直到我们主来的那天为止，直到我们见到主面为止，我们要不停地向前走。那我们说我们呢要就像我们熟肉的奔跑一样，说我们呢积累一下我们的这个体力，然后再向前跑吗？属灵呢不是，那在属肉上呢可能呢会说有一个战略，但是我们属灵的竞赛当中呢不用说储备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尽兴去做。就像之前我们训论当中所讲的，在超越自己极限的时候呢，会只能够成为自己得到金牌的一个选手一样。那神的能力呢说马马虎虎，按自己能够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这样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得到神的能力。要恳切的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神的能力，那自己的能力呢也会有所增长。不要呢在熟肉上来进行计算，说慢慢的向前走，而要每天的尽最大的努力。不要说我做到了这些，我再往后看一看，我歇一歇，那就是像兔子一样了啊。这样的人的话就是不能够进入决赛，也不能够跑到终点的。那在这样的属灵的竞赛当中呢，大家要每一天的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看清我们的标杆，不要向左右摇摆。那在属灵的竞赛当中为什么是怎样呢脱离了自己的方向呢？加拉太书五章七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那在信心的竞赛当中，为了跑到最后要顺从真理的话语，要果断的去击退迷惑和假教训。那最终的不要说是呢远离信心走向灭亡。那在初代教会当时呢，看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圣徒们呢亲自目睹了主的复活，也看到了使徒们的全能，所以他们也盼望天国。在生命的危险面前，他们也能够坚守信心。但是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呢，他们却接受了假的教训与世俗妥协。使徒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他是以这样焦急的心呢去责备他们。
所以呢，打完好美好的仗的人呢，在格林顿后书十一章三节里面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切清洁的心，要常常警醒祷告，查看自己的信心，不要说摇摆自己的标杆，迷惑和威胁大家都不要怕，不要自己的心呢不被这世界夺去，不要仰望世界，也不要被这诱惑的话呢去，也不要去倾听，要去分辨是否是真理或者是非真理，进行分辨，那就是抓住自己的标杆了。那如果不那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失去天国的盼望。那自己在努力辛苦付出之后呢，得到了信心之后呢，又把这信心全都丢弃了。那我们为了得到金牌，我们要按着标杆向前直跑，也不要向偏离左右。第二，在信心的竞赛当中，那我们要守的呢，就是要成为属灵的小孩子的样子。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属灵的小孩子呢，就是单纯纯真，不骄傲，他不会主张自己的想法，怎么教他们都会接受。他们不会想被人抬高，而是降卑自己，也不是说想得到服侍，而是呢首先去服侍他人。是这样的人不会说随意的去论断他人，定罪他人，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所以呢也不是神的话语说这是对的，他们也就会照此顺从。那小属灵的小孩子的特征所相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属灵方面呢，成为长者。那在熬练的时候，这样骄傲的人，那信仰和信心就可能倒退。大家就要进行分辨。那在这个属灵的小孩子所相反的，去论断、定罪、抬高自己。那这样的时候呢？失去了圣灵充满，不平不满也增多了，失去了天国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我们要查看自己，我们要过着属灵的小孩子般的信心。越是成为属灵的小孩子，就越是能够成就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的耶稣呢，站在近在主的左右侧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天国的排序呢，不是说多有力量多有知识，越是效法主谦卑谦和的人，按照这些而定的。不要说你高我高，我比你做得好，这样这种面貌呢，在熬练的时候，在熬练的时候呢，就都显出来了。门徒们也是，耶稣的门徒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呢会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去吃喝的时候，那门徒们呢会聚在一起，他们吃饭对话，那时候呢就会经常说谁有多高，谁排在前。人就是这样的，认为自己比他强，我做得更好，但是我为什么得不到认可呢？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教会呢却以前不是这样，但是呢在熬练的时候呢，所有的全都暴露出来了。那么大家呢要努力进入天国的方向呢，却走了个反方向。想要进入好的天国呢，是降卑自己的人。那既给你这信心的大小呢，也不是说让你和人进行比较的。谁如果说是比你信心大小的、信心高的、信心大的话呢？你想他有什么长处，才得到这样高的一个评价呢？不要说自己那么消极，让你更加疲惫，不是这样。
或者是说和那个人比较，让你骄傲才给的那个信心的大小。如果说运用错了的话，那就不是努力进入天国，反而呢会倒退的。这还要知道这是有多么愚蠢呢？不要说你有多好，我多好，这样去比较。那在神来看呢，这样的人呢就要排在最后了。不要想着谁认可我，谁称赞我，谁比谁高，谁比谁低，要更加呢去谦卑努力。这样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充满喜乐和盼望。那父神就会说呢，你为什么在那里了？你要在我的宝，接近我宝座的地方，这就是进入天国的捷径。那要对照这样的话语，你要大家想一想，大家是否具备了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查看一下。第三，在信心的竞赛当中，我们要守的就是用爱完成律法。那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为了罪人，是罪人的我们呢，他经受了所有的凌辱和蔑视，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那恶人呢，却向着耶稣嘲笑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耶稣让他们看到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彰显神是神的儿子，那他们有可能马上就会屈服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呢，是遵行圣经里面所记录的话语，为凭爱去行。相反呢，向着凌辱他们呢，向父神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此，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都是用爱完成了律法。主呢，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坐在了神的宝座右边，得到了这样的荣耀。唯有爱才是进入天国的最大的能力和力量的事实啊，就是完全的证明。进了撒冷就是父神的心和我们主的心是爱的结晶体。那我们成就了多少，就能够进入接近于进了撒冷的地方。神本就是爱，就能够进入父神宝座的进了撒冷，用爱的结晶体所成就的地方。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我们要怎样以爱去完成律法呢？用爱去完成律法的人是主，那主做到了，但是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也要这样去做，这样嘱咐我们。那律法呢是什么呢？律法是神的公义如触手可及一般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那这律法当中呢，有要守的，也有让你离弃的，有让你做的，还有让你不要做的。那成就这律法的，按照这个成就这律法的程度呢，能够更拥有更加美丽的天国。约翰2:1-6说，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这就是命令。我们呢，按照我们爱神的程度呢，遵照话语去行，也能够成圣或尽忠。我们因为爱主爱神，我们按照这律法去生活，能够按照父神的旨意成圣。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呢是用爱完成了律法，也效法这种新的人呢，就能够进入美好的天国新耶路撒冷。那我们呢要成就那家那么深的这种爱。那我们的主是怎样用爱完成了律法呢？律法呢是犯罪的话呢，就要伴随着审判和报应。不让你这样做，但是呢，不让你做的你去做，那就要以律法为标准，按照公义会有赏与罚、试探和患难，这就是
公义。按照律法行有可能得到祝福，那如不按律法生活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面临困难，会受到咒诅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呢，而我们的耶稣呢，代替了罪人所要受的那死，代替经受了审判。那在信主的人呢，就得到了生命的道路，用爱完成了律法。那我们呢，就效法主的心运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要去饶恕，不能饶恕的人，怎么也要给人一条活路。那这就是我们要能成就的，用爱去完成的。那这就是进入努力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但是这个阶段呢，是与很大的信心，是效法主的这种心是不太容易做到的。能够给予自己生命的深层次的爱，那这就是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人。那大家是想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那父神也听到了这样的我们的告白，也期待着我们，所以让我与大家呢，成就这样的信心为止，让我们能够进入在父神宝座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呢就在训练着我们。那在熬练的时候呢，写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恨，对于他人的定罪、评价、不满。不是说各自的问题，那自己很多的问题呢，全都显露出来了。那解决的问题呢，就是饶恕、理解、让步、降卑自己，最终呢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呢，新耶路撒冷是凭着爱进入的，效法父神的爱和主的爱。那我们呢，就说要进，想要进入新耶路撒冷，那我们不足显露出来呢，就是父神对我们的熬炼。那这个时间呢，就是让我们锻炼我们，让我们成为精进。那今天、明天，我们也会努力的向前进。那么通过这个时间呢，真的是完全不能够理解，好像这人真的是没有良心，怎么发出这样的恶来呢？要是以前的话，我会发脾气，感觉，但是呢，度过这样的一个熬练的时间之后呢，我就想到主儿牧师呢是怜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走向灭亡，走向死亡，他们知道也这样走下去。他不是，我就不是发火发脾气了，就不是郁闷了，而是心痛了。不是说我心痛我就能够做到什么，所以呢，我就祷告，让父神赐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回头。赐给他这样的恩典，那这样做祷告，那自己的内心平安了之后呢，心里面就没有什么不满了。这种心痛呢和发泄气是不同的。那看到这些，听到这样的报告的时候呢，想怎么能够这样呢？就现在能够平安平静下来，能够为他要做祷告，就觉得我的器皿呢渐渐变得更大了。那人的这种爱心偏大的话，能够向着人，向着外邦人，或者是说向着恶人，也能够去饶恕他，能够为他去做祷告。那要是不是这样的话，越是能够去真实恶人，不能够心怀的人，也能去心怀他，去爱他。那要好好的查看一下自己的内心。那看恶人的话呢，就会发火，你想怎么能够这样呢？那如果说是害大家的话，那当然就会爱的，当然就会说发火的。那如果说是自己的气得都不行，那就是没有爱，仍然还是去恨他。不是说争吵了去打他了，如果说自己的心还是不满，有这样恶的不好的情绪的话，那还是因为没有爱。还有的人呢，情绪呢是很平稳的，然后也没有环境上的，也没有谁让你很苦恼。那大家要看一下你有多么善待你周围的人，去给予别人，能够称赞别人，自己想要得到称赞却不去称赞别人，有多么吝啬。
也不想去牺牲去服侍。爱呢是会牺牲的。牺牲了也会觉得很幸福，要查看自己，要想着主的牺牲，去查看自己，要成就这样属灵的爱。但是感谢的，现在这熬炼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查看自己，让我们能够成就属灵的心。那父神呢，正在带领着我们。所以说呢，要用爱完成律法在引导着我们。要知道父神的心，要能够完全的成就，希望成就所有的这些人。下面讲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们，父神呢是为了我和大家去预备圣城新耶路撒冷，让我们努力去进入。当然在过程当中呢会需要辛苦和忍耐，但是现在的苦难呢和我们将来将要得了道的荣耀是无法比较的，才能够停止我们的奔跑呢。启示录21:3-4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此，天国是没有眼泪、伤心、疾病、死亡的，只有喜乐、感恩、赞美和幸福的，是充满爱的地方。那在盼望这样的天国的神的儿女的话，就要仰望将要赐给我们的安慰的神的安慰。任何的逆境呢都要战胜仇敌魔鬼撒旦，努力的向前奔跑。就在这样的在中有胜利的话，第一呢我就是说不要偏离左右，第二呢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像属灵的小孩子一样去服侍降卑自己，第三呢要用爱完成律法，寻回神的形象。启示录22:12说，看呢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家呢在2023年呢都要仰望赐给我们奖赏的神，在话语当中完全顺从，交托于自己的使命呢也要能够尽兴去担当，要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进入荣耀的城新耶路撒冷，成为这样的所有圣徒们。奉主的名祝愿大家一起做祷告。이제우리가천국새로삶의소망이다시뜨거워지고넘쳐나게하여주옵소서매일매일하루하루쉼없이이제천국새로삶을향하여서힘차게달려가며마음을할례하며생명다해충성해나가는성도님들되게하옵소서그리하여새로삶이멀리있는것이아니라이제내가까이이르렀음을기뻐하고즐거워하는2023년이될수있도록축복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당회장님의환자를위한기도를받겠습니다接受者牧师的患者祷告，有病的人和软弱的部位，请把手放在胸前上；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了成就心愿，平心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神为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的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看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都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的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四股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焰、天兵天使、烛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予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是活和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够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于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唱万民赞美七十五首的时候献上现金。我的心中恳切的盼望，得见主的盼望。这就是无人能赐给的真盼望。是恩主所赐给我的盼望。凡指望的人都能拥有，凡努力的人都能进入。主赐予所有人的盼望，对神国度美好的盼望。我的心中恳切的盼望，所赐我的那天国。这就是无人能赐给的真盼望。
是恩主所赐给我的盼望。凡指望的人都能拥有，凡努力的人都能够进入。主赐予所有人的盼望，对神国度美好的盼望。我的心中恳切的盼望，成就善心的盼望。这就是无人能赐给的真盼望。是恩主所赐给我的盼望。凡指望的人都能拥有，凡努力的人都能够进入。主赐予所有人的盼望，对神国度美好的盼望。十八教区有位见证김숙희劝示，指甲发红，有了炎症，一开始没在乎，认为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过了两个月也没有好，炎症继续进行，接受了检查之后，这指甲呢长到肉里面了，有炎症还有疼痛，是这指甲呢向里面长。我呢查看自己的不足，悔改，从大大教局长接受了祷告。那第二天，做梦呢就能够穿鞋了。那在2021年12月10号，以恳切的心呢去接受祷告。恩赐机会，12月20号接受健康检查，两年前诊断的贫血和高血脂，所有的都成为了正常，是非常幸福。我没有求的方面，父神又给我医治，感受到了父神深深的爱。但是呢，指甲的炎症呢还是持续的，也迎来了新年。在医院的处方之后呢，去吃消炎药，说要用做一个小手术，让它能够正常生长，想要在恩赐机会得到医治，恳切的做祷告。在定期祷告结束的那一周呢，做了早进食。恩赐机会一周前呢，做梦准牧师坐在那里，我走到他那里，走到准牧师面前，脱了袜子给准牧师看他的指甲。那准牧师呢就远远地看着他，有一位只是说因为他有罪，梦醒了，他就我就带着得到医治的信心，我就想这个罪是什么呢？深思之后呢，想我里面呢有属灵的骄傲，然后痛悔之后悔改的时候呢，非常感谢让我能够发现我自己的父神主的恩典。5个月如果说是没有脚趾指甲的疼痛和炎症的话呢，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骄傲呢？所以呢觉得这什么都不是。2月20几号接受恩赐植物代行在恩赐机会的这个祷告，指甲的疼痛也消失了很多，炎症也好了许多。第4天
喷甜水之后呢，看到里面呢有很多像小米一样的东西出来，之后呢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那一天呢，所有的浮肿都消失了，炎症也都消失了，得到了医治。在属灵方面也细致的给予指点的父神，还有医治的神，将感谢荣耀都归于父神，也感谢主牧师在梦中的探访。主在醒来做祷告，阿爸父神，献上十分之一现金，各种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新年感谢现金，各种现金，救济赞助、宣教、圣殿建筑现金、极限电金、宣教现金，还有锁定的现金，求父神亲自按手赐给两腰带按现金。下流的祝福，成就他们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用他们去保守祝福家庭事业和工作，使他们十分之一不断增加，感恩事情不断增添，按照所行所能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欢迎新友。윤영자전사님인도하는김기식성도님김미선성도님인도하는유아권이랑성도님神的儿女们登陆到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建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和恩典和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满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奉主的名欢迎你们。要通知教会职员主也是以李守贞牧师的引导，1月2号上午10点在住宅礼拜室进行，职员们在早上9:30到达就可以了。以主导文结束新年感恩主日晚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得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Amen.